热天是西瓜产季，全台湾上佳好食的西瓜，就伫咧福建乡三河村买到。今年讲气候条件好，加上雨水少，西瓜拢总是真大粒，滴个山。唰一声，一刀切落，芳甜清脆。福建乡三河村西瓜要开始来大出咯。咱三河西瓜，即几工啊，就正式要大出了。啊，三河西瓜好食，就是因为伊直接四月份，咱日头啊，较天气较热，啊，瓜啊成长伊较正常，所以伊的西瓜拢较胖，较袂亲像安西瓜食个脆脆，食个即胖胖刷刷，啊，甜度阁好。剪西瓜，用手拍拍咧，就会当剪到好食的西瓜，甜度够，阁会有酸酸的口感。不过西瓜农要搬运西瓜，煞是一件真辛苦的工作。西瓜哦，要搬一个搬运啊，真艰苦。对于按甲慢个客人零头搬一届，啊，再搬运车来，就阁搬落搬运车一届，啊，搬运车再到零头，就阁摸起规堆客一届，确定。车要来车的时阵，就搁再摸一架机车，所以要经过一万斤，要搬四万斤才会当完成，就对啊。福建乡三河村是国内西瓜的重要产地之一。瓜农欧文旭邀请乡亲来三河买西瓜、食西瓜以外，买当来看三河三好。三河有三好，即摆来三河，西瓜上好食，甜搁好食，搁胖，伊像第一好。第二下会使带囡仔来三河佚佗，来三河社区有彩绘村、西瓜彩绘村，来甲大西瓜合照做留念。我大西瓜是我本人亲手落去做的，吼、哦、大西瓜。第三号就是来天鹅宫拜妈祖，祈求大家四龙江乡拢大赚钱、身体健康，这是上佳好。每年四月份到六月份是西瓜盛产期。今年因为雨水少，西瓜生了好，每大斤大约伫咧10元到12元。即马是西瓜大出的季节，来三河食西瓜正着时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